为他创办人黄仁勋伫访问台湾期间的专题演讲，以及永远投资台湾的谈话，突然引起全台一阵 AI 红调，加上台南查某囝苏之峰的超话，嘛传出将投资台湾50亿打造研发中心。陆丰议员王宣茂要求市府一定要先准备好势，用顶下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设立 AI 产业园区的规划，来掌握外商投资台南的机会。我相信我们 AI 是可能可以好好的来准备个区域，让不管是这个 AI 的采用部分黄仁勋或者是苏志峰，让他们会觉得台南已经准备了很多，让他有机会把这些钱投资在我们台南。这是我认为这一部分呢，我是觉得我们市长他一直秉持一个原则，要是我们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就点点卖供了哈。不过这段时期中，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再跟市长报告说，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已经 ready 了，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来的话，我们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可以进驻这样。沙仑过去从苏焕智一直到赖清德，一直这些年来的经营已经有很好的成果了。所以说当他已经 ready 的时候，小英就自然水到渠成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研院、工研院，还有这个国家实验研究院，还有很多很多像过去的像阳明交大，像未来的这个成大，都一直在那边。所以说变成我们一个相当成熟。相对的，现在不管是黄仁勋，或者是苏之峰，或者是其他的外商，包括 Intel 我们也都很欢迎啊， Google 我们也很欢迎啊，但当他们要来这个寻找一个资料中心或寻找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就会问说你们哪些地方准备好了。所以当很多地方准备好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选择。这个选择有时候是产业专业，有时候是政治的选择，但是当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就不用跟人家谈。面对 AI 产业的趋势，议员嘛进一步要求各局处拢爱来好好运用。以环保局为例，不管空气污染、垃圾堆中、气候变迁等各层面拢会动，希望成为提升咱成为智慧城市的一大帮助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盈光采访报道。